你在做啥？在。看直播。我在看燕子奶卖包谷。你手头提啥子？提的我的最爱。烤点蒜蓉小龙虾就回来了，嗦。走，姐，他还在，我去买龙虾，他买不到了。哎姐。走。穿鞋呀、啊。这两天的龙虾好多，哎，全部都是青虾。对，要买这种青虾，不要买这种红的，这红的肉更小，你看这个肉好大，对。我本来是说去钓的，这天气好酸儿，但是天气不好。15斤多啊？你给我拨出来，我去买点儿料那些哈。人家你那个香菜咋子卖的哦？嗯，好香。这买一整大口袋够吃了噻，啊？嗯。再把龙虾再去洗洗。今天我再帮你洗完。来吧。两个人洗洗还跟喝水儿的那个水一样。我就把相机破了哈。好的。喊那几个婆娘过来吃龙虾哟。好，这个事情交给我。哥哥呀，硬是不喊他来吃龙虾呀。给他卖包谷卖完了，能打一车。今天早上吃蒜香小龙虾。啊，挑上你过来吃蒜香小龙虾的。我又拿一瓶呀。哎，你二姐嘛，她说的多买点儿，多买点儿。多买点儿，太胖不就吃是吧？宝哥没在这灶门前。他说我天天都吃龙虾，他来了都不来嘛。我弄啥子？烧起吗？烧起嘛，烧起。那黄头出来了咯，我看到街上有卖的了哟。赶紧弄一套嘛。等哪天天气好点了，还能嘛？这天天就落雨。快点用，我这儿烂喽，怕我给你烧烂了的话。这不得有备用，光没得用。我都只拿几口了。人家烧锅都是亏菜。你烧锅都是肥锅，你说。你烧的呀？炸的龙虾吗？人家龙虾下去，瞬间就放那里了。那哎，料来，给我顺几包进来，三包。在锅里底哟，放点姜，放点蒜，炒一下，再把我的蒜蓉小龙虾炒掉放进去。这一包料可以炒3斤龙虾。我这买了10多斤龙虾，我放了3袋。它炒匀过后，把龙虾放下去。它把水加起去，加一瓢，焖那个15分钟。它把洋葱放下去，焖一下就可以了。再来点葱丝就可以出锅了。来，这一盘盘满油了，拿出去。把你香香拿来撒去。这世界上这都会那么香的菜，哎，闻到都好香。还有那个这些给你香个。来哟，走去吃饭喽。好，快点吃哦，这素菜是准备过来的。这是菜回的蒜香吗？啊、哦，刚刚弄。然后这两天你二姐就喊买龙虾，买龙虾，快点。我装的脏几瓶在弄来的。拿着这个盘盘清洁。你哪个吃好嘛？只剩3个的了。我吃这个。要买这个香。哦。嗯，你不吃酸啊？一点都不适合。这个不辣嘞，是吃起多香哟。嗯，还是可以吧。嗯。二哥给摸个袋几个回去，这个不辣了，行。大哥来尝两个噻，这个不辣，真的合适。我晓得。你进出口都不得辣这个。要不你不慌吃嘛，等我吃完给你下点那个面，好不好？最高待遇龙虾面都不行。啊，山猪吃不了稀康。我打得出，这个要过敏。我平时都喜欢吃的，我觉得算了，就算了。嗯，换个口味吃。嗯，谢谢。我这个龙虾真的是这肉多很。嗯。你看这壳壳还是捆的，肉没的啊？我们那天那就换给他。这真的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啊！就那两口子干得出来。你看，我还是吃着那个好了，困的那子。这今年子吃龙虾都吃出技术。白切，看你晚上的脑子上堆得高啊！比赛，比赛。